这学年哦，大概做的相关事情，总共有分五大类函数了。那我们按部就班，这些跟范例题是相关的，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哦。那当然预期目标的话，这个是我自己写出来，而且洋洋洒洒啦。其实重点就是说哦，至少你将来工作上面哦，能够比别人更惬意，不用加班，然后可以早一点下班哦，然后做完事情还可以再想其他的事情哦，比如说哎，放假去哪边玩啊？有没有 ？OK 哈、哦。另外的话呢，工作也相对有得到成就感，是别人的肯定，而不是否定。比方说你怎么这个都不会，那个都不会，怎么这么慢哦啊？如果相反说哦，怎么这么快？哎，怎么做得这么好？对哈、哦、，OK。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哇，这工作起来是愉快的一件事情哦。没有人喜欢被指责嘛，对哈、哦？当然前提就是说你要思考一下，未来如果你们就业的时候，哎，需要具备哪些？需要会的，那也许你们现在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工作经验，甚至没打工的话，那你不知道怎么办？没关系，你想办法去知道 ，OK 哈、哦，因为你们还有四年，但我是建议这四年绝对不要浪费，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我跟各位讲哦，学校的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大部分你已经缴了学费，请你善加利，不要说哦缴了学费还不懂得好好去学习。如果你将来哦你到外面学习哦，哇，那个价钱绝对都不是这样的价钱。哦，为什么？因为随便补习好了，补习费多少钱，对不对？你要上个课多少钱，什么都要花钱。但是学校哈，如果你缴了你学分，你们应该学费嘛。所以哦，聪明的人就是哦，趁这个机会哈，像要是我的话了，我一定到处其他科系都给他去上课，然后修学分，旁听也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了 ，OK 哈。然后当然自然的你就有更多的升迁机会，甚至转职啦。那当然未来，甚至如果你做得更好的话哦。还有可能是人家来找你，而不是你去找工作。OK 哈、哦，就像我刚刚跟各位提到了，其实我也不是自夸，但是大部分我的工作都是人家找我的。比如这个工作好了，我刚刚提到嘛，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既会程式又有人文背景的老师，那这当然是凤毛麟角嘛，对不对？找来找去，哎，学文科的谁会写程式啊？我发现身边太少，会写程式都是工科的。对不对哈？那但问题怎么找？后来好像也是因为因缘机会吧，因为不彼此认识，你自然而然你就比较容易被看到。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容易被看到，你就要做一些东西是，别人需要，但是目前还没有人会，那你就很容易被看到了。OK， 但你不要做一些怪怪的事情啊，或者是说不对的事情。那自然而然哦，所以这个当然没有答案，没有标准，因为未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个趋势是应该可以想见的，电脑只会越用越多，不可能说哪一天、哎、我们都不要用电脑，我们不要用手机，我们不要用3C产品，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吧？所以你说台积电可不可能生意越来越差？那不可能嘛，而且现在电动车对不对哈？而且再过几年路上跑的都电动车了哦，因为它现在。以后都不能卖那个燃油车了，好像是2025啦，那不可能嘛哈、哦。不过欧洲有一些国家已经做的蛮多的，像芬兰、瑞典啊等等的，丹麦有没有？他们在路上有一半的车都是电动车了。啊，在台湾不行啊，因为台湾如果开电动车哦，光要充个电哦，那可能还要抢，而且抢还抢不到。他可能还互骂嘛，像昨天的新闻有没有？两个为了要抢那个充电站，而且充电站你一充呢，还要充个好几个小时才能充饱。我想说开个车有那么辛苦吗？对哈、哦，你还要担心没电，然后没电怎么办？还要脱掉嘞，不像说你没汽油，对不对？赶快去买加油站买个汽油倒一下，马上就可以发动走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要解决的困境呐、啊。OK 哈、哦。然后未来甚至电动车你也不能把它当成一根燃油车一样，因为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智慧车，就跟你手机一样，只是说手机装轮子一样，智慧型手机装轮子，对吧？所以你会按进去就一个大大的萤幕，所有的控制、哦、都是透过那个萤幕 OK， 所以那个萤幕不能坏掉，如果萤幕坏掉你连开冷气就不知道怎么开了 OK、哦、而且还可以远端遥控，有没有远端？但是它有个问题啦，就是那个它的稳定性还够不够好的问题啦。OK， 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还 OK 哈、哦。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大概会有这些啦，请各位大家了解一下哈，这个大家有个概念。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哈，我的相关这个资料了啊，不过这个也只是仅供参考。那比较重要就是你 Google 应该可以找到我的，那我 YouTube 上面哦，至少有两个主要频道，其中有一个有 3.8 万的那个订阅人数，然后另外还有个次要大概快1万的，那其实我频道之前蛮多个啦，只是说也没有特别经营，那主要就是说哈，把上课的影片录下来，然后上传到 YouTube， 就大概这样了。主要刚开始是因为要帮助学生复习，那也没有特别剪辑，反正我就是录到哪里就上传到哪里，给他一个名称，因为我后置太花时间了，顶多是说有加上字幕啦，那不过那个字幕也是自动产生的 ，OK 哈。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厂商找我接业配，但是我没有接业配 ，OK 哈。所以如果有厂商要找我接业配哦，很抱歉，我当然不可能，我信件也都已读不回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主要哈。那我曾经有创业经验 ，OK 哈，然后呢也担任过执行长工，资讯公司执行长5年的时间，然后也拿过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哦，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历练啦 ，OK。然后工程师经验更多啦，好，那目前的话当然就是各学校哦帮忙授一些课程哈，等等的 ，OK， 那企业也帮忙授哈。那我证照大概30几张了哈 ，OK， 所以你说为什么要考这些证照？其实我觉得后来发现还蛮好，尤其是你非理工、非资讯相关背景，人家就是存疑啦，就说你凭什么？对，常常说，但是他没讲你凭什么，但是他眼神里面就充满说你凭什么？对不对？你念中文系你怎么会？对不对哈？而且还会觉得。可能你应该资格资历不够，而且反而觉得文科生这应该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你要证明给大家看嘛，你看我就把证照拿出来，好就没问题了。所以很多时候啦，很多为什么我在各大学教这方面课程，然后通常都会被疑问说，你有什么相关？那我通常是拿证照、影本或者是 PDF 档，好像去审查就 OK 了，哦，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应该很少有看到有人这么多证照的，电脑类的证照。另外的话，我还有业界经验 ，OK， 那其实基本上就 OK 了，哦，执行长，资讯公司执行长5年，我有聘书啊，对，那其实也够了啦 ，OK 哈，哦，所以其实如果未来你想要证明你是有这方面专业技能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想想看啦，但不一定是走这方面，你可以，但因为人家是要看到眼见为凭嘛，所以什么方式哦，也许你们就可以去想想看。当然我鼓励各位哦，比如说你如果没有 YouTube 频道了，你可以创业，不一定你要当网红，但是你就是要有，然后人家将来甚至你可以把你的频道啦弄个 QR code， 人家可以扫就可以看到，虽然订阅人数不一定那么多，但至少人家你会，你有经营。对哈，哦，那你有透过经营，你其实就应该会懂得比别人更多一些吧，因为现在应该很缺那种小编吧，好不好 ？OK 哈，哦，等等的之类的，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我的课程特色就是说哈，哦，那个会逐课录影的，啊哦，那因为自己非本科系哈，那，哦，担任过软体工程师，程式设计24年的经验，啊，哦，那会从非资讯科系的角度去。看学习程式的方法，因为我的方法真的跟其他资讯相关科系老师完全是不一样的。OK 哈，哦，也切入讲，因为我知道用他们那个方法学习啊，哦，真的会吐血。也不能说不好，每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且哦，有一点，我觉得学习要快乐，学习要轻松，对啊，你不能说哦，学是学得到，但是很累，而且要记非常多东西。简直是生不如死的话，那当然你所以很多人学完程式之后，再也不想碰程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不好的经验嘛。对，如果你有好的经验，那你自然而然回去就会想要碰它一下，对，觉得是很好玩呢，对不对哈？很有成就感。那为什么要挑 Excel？ 因为 Excel 是目前业界用最多的一个软体，到处都有，哪一个电脑没有？对，如果那一台电脑没有冠 Excel， 你会觉得这台是电脑吗？这不能用，对不对？一定有 Excel， 所以呢，基本上呢，可以先从这边切入。那目前最夯的应该是 Python，
也许你对 Python 有兴趣，因为你们高中也许有学 Python 的同学了哈，那也许就可以再切入哈。那为什么要辅影音辅助啦？主要原因是因为哈，第一个学生听的时候懂得太少了，大部分同学都听不懂。对，老师你再讲一遍，好，我再讲一遍。那以前没有录影的，老师你再讲，每一次上课，老师你上个礼拜再讲一遍，然后每次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一直在 repeat 同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把它录下来。有，哎，你自己看吧。哎，果真这个方法是奏效的啊、哦。另外第二个哈、哦，程式撰写需要完美 ，perfect， 一定不能有差一个字，打错的哦。所以要有个概念哦，程式之所以麻烦，就是一个字都不能出错。那怎么可能一个字都不能？因为哪怕你是99%对，一不对不行。那怎么办？哦，就是需要。所以啊、哦，我会把我写好的程式嘛，哦的画面啊，或者是程式提供给各位在云端上，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找得到哦，不用担心说写错。最重要是要细心的、啊、哈、哦。还有就是每一行程式到底在做什么，可能要知道一下哈、哦。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啦哈、哦，每个人思考方式不一样，所以其实基本上程式哈、哦。理论上不会有标准答案，也就是说哈，我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答案。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写不 OK， 没关系，你可以改写，只要执行结果跟我写的一样，那就 OK 了。所以特别注意哦，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哦，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写哈。好，那其他的话就是，我会把它放上去啊，上面有一些东西。另外，云端有云端白板啊，你们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哈。大概是这样子啊，当然呢、啊、YouTube 有个好处了，我觉得下面可以留言，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刚刚我讲的有什么样不懂的，没关系，你可以下方留言，然后问，甚至最好，我发现有些同学还蛮 OK 的，他跟我讲说，老师几分几秒，他还标注几分几秒啊、哦，我一看几分几秒，我就大概知道说你的问题在哪里了，那我就可以很快回答，好、哦、OK。另外呢，网络上的云端上所有的程式都是我自己写的，亲力亲为写出来的啊、哦，那当然呢。最好是可以什么？如果有机会啦，如果有企业实习的机会，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或者是打工机会。那最好是在那种跟行政有关，或者是跟程式有关、电脑有关的，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可以去看看，增加你的一个动力。不然的话，我说真的啊，太抽象啊，反而因为大一同学哈，很多其实都还不太清楚啊。甚至呢，你可以跟有经验哦、业界经验的父母兄长请教一下 ，OK 哦，然后你会发现哦，哇，原来现在电脑的需求这么的大 ，OK 哦，那当然呢，另外了哈、哦，其实可以获得亲子多的互动化。我发现现在跟爸妈好像没话题，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们以前的那个学长还反而跟爸爸突然有话讲了，原来的话题都是吴老师的课。这几我也是没办法，突然想到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上学期哦有一个黄同学哦，他就报告里面心得就写这样，因为他突然感谢老师哦，然后让我知道自己要加强哪一些，然后他说他瞬间就可以完成这些东西，长条图、圆形图，非常方便哦。然后呢，底下好像有讲我的父亲，突然跳到我的父亲。OK， 眼睛一亮哦，然后也注意到他正在使用 Excel， 因为他常年纪较长，电脑不熟悉哦，然后呢，他就看到我几个点几下就做出图表之后呢，啧啧称奇哦，于是呢，他也想学，他爸爸突然也想学习，然后他就推荐他爸爸去看我的影片，结果他爸爸看了几个哈、哦、之后呢，便隔天去叫他们工厂不会使用 Excel 的年轻人。去看老师的频道，哇，他爸爸也真的是，太啊、哦，那意思就是，当然有类似很多的心得分享，我觉得都还蛮棒的。之前也有那个什么，你们学长姐都这样，因为就是有个互动，然后呢彼此之间可以有个沟通，然后互相帮助啦。因为，你父母亲比较有经验，但是他学这些东西好像真的有障碍，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年长者哈、哦。很怕我不知道为什么怕，因为没什么好怕的、啊，用就对了、啊，有什么错了再改就好了。但是他们好像对于这种错了再改这件事情，好像就会觉得是惧怕。有错再改有什么难吗 ？OK， 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年长者会有这种学习障碍。
难不成是他们那个年代常常因为被打骂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有心理上他觉得不行，我如果做错会被打骂。没有啦，现在他们年纪这么大谁会打骂他，但是他们有阴影吧，我不知道欸。 OK， 如果有答案的话请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一下，或者你可以询问一下你的父母，因为我常常遇到那个长辈就是很害怕学这些东西欸。那为什么？也没那么困难吧。 OK， 好，那这是一些我的奖项，其实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得过那个教学卓越，然后趋势先锋。 OK， 那这是我比较胖的时候的照片。 OK， 我现在比较瘦一点点，因为我现在每天运动。好，那另外参考书目的话有这些，如果你要学函数啦，架上 Excel 的书太多，图书馆一大堆，甚至你也不见得一定要去图书馆嘛，你 YouTube 上面就有一堆老师教你的，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那不过我是建议啦，这一定要有个目标，或者你可以帮一下你父母亲，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值得去做的，因为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有时候反而是因为这样有互动哦，有些误解反而会比较容易就突然间发现原来之前我们存在太多的歧见，代沟太深了，那就是因为没有共通话题。对 ，OK， 一起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一种方式。那 VBA 其实蛮难的啦，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不妨稍微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VBA， 因为今天我们还不会讲到，剩下也许你们可以在那期中跟期末有可能会是用专题报告的形式啦，这个我们后续再谈，这个也许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人作品，比如说人家做了一些报表，像有些同学对那个AED 有没有那个好像是什么电极的那些比如心肺复苏嘛，有人突然昏倒，如果有 AED 电他一下，但可能还是要训练过，那他去统计哪边有 AED 然后还有最近的那个票房哪一些是最高的，有没有像图表方式显示，然后最近通膨很严重，就有同学对于通膨的状况到底通膨多少，他去抓网络资料来做统计，油价有没有诸如此类的，那这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透过 Excel 并且绘制图表马上呈现，就会至少一目了然，不然的话你说最近那个油价有没有涨，其实看这就知道了，最近比较涨比较多是美元啦，哇美元真的大涨，现在已经31块多了，不知道还会再涨，那你像说美元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关系可大，因为什么东西都美元报价，所以美元一涨的话什么东西就涨价了，那如果还在涨上去以后所有东西你看得到的哇，那以后你的钱都变很少了，本来100块可以买一餐都够了，可是如果突然间100块买不到一餐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那怎么办所以要不就是说你收入增加，要不就是说你的需求降低，那需求降低变你的生活品质变差了，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 balance 的方式了，所以我是建议以后如果你要好的生活品质，可能还要思考你真的还要先具备有一些专业技能，真的有一个专业技能，你说真的收入就比较不会是问题，你就不用担心说我的收入不够之类的当然我也是很希望说以后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收入，很好的未来，因为现在少子化严重，少子太严重了，所以大家就是很多可能不婚的，或者是不婚就不然不可能我生小孩，所以就没有人口出生，所以好像还有同学是做那个什么少子化问题，还有好多还有什么托育中心的那些相关的问题讨论，那当然这些资料网络上都有，那未来我们只是希望说直接去抓网络上的资料来分析，然后告诉我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有时候不是说只是看新闻媒体报道，因为新闻媒体真的每一家讲的都不一样，有没有你会发现尤其像什么中字辈的有没有？之前那个谁，曹新成还骂那个你这而且那一家还骂还去告他有没有 ？OK 然后他又跟本土的那个什么三什么的有没有？又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新闻，不同的新闻台报道，奇怪怎么会角度差距这么大 ？OK 那当然就是真相只有一个，自己找，自己判断。所以我觉得未来你们很需要的就是自己透过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知道事情的真相，不会被表面
的一些新闻给蒙蔽了。OK， 真正知道哎答案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新闻哦，你不要马上相信，你要存疑，自己找答案。你会发现哇，原来每件事情背后哦都会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那个内幕。OK， 真的还蛮多哦。啊，怎么找 ？Google 找一下就好了啦。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方法。当然，未来如果你能力够好的话，甚至可以把一串程式写出来，自己去帮你找到真相，哦，做一些舆情分析之类的，对啊，那你就可以很快知道说，哦，下一届的那个台北市长谁当选的机会最高。对，如果你可以写一个程式，现在蛮流行用爬虫的嘛，妈爬一些资料，舆情哦，那你可以发现哦。爬出来很多会有风向嘛，啊，有人会带风向，会改变一些大家投票意愿。哎，那你可以在这个之前你就预估了，啊，这个其实就还蛮有价值的，有没有？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候选人应该也都很需要，像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马上帮他做一些调整，哦，甚至舆情能不能左右呢？其实是可以的，有没有放一些消息？只是说。当然，这个操作其实背后其实还蛮多哈，需要了解的。那其他类似像这样新冠疫情哦，那今天的话呢，因为哈，我们就是跟各位开个头，然后呢，再来就是说，请各位呢下载那个范例档案，然后并且开启哦这个范例档。那我们这个范例下一次再讲哦。那不过请各位还是先试着做做看，像刚刚提到那个 REPT 加 LEN， 你可以切到这边 REPT。如果有没有这边，我需要我把它放大一下。这个在等级这边有没有？我如果希望呢，100笔给一颗星，那它158就是给一颗星，那不是叫你怎么样复制这个星号，一个哎，你就说啊，我知道这边给一颗星，这边给两颗星，两颗星，这个给四颗星，这个没有星，这个四颗星。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那如果假设员工有10000个，哇，你每天那边贴就好了嘛，对。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完成这件事情的？答案的话呢，当然哦，我们主要呢就是要用 REPT 加 INT 函数。OK， 好，哦，这边你可以试做看看。另外的话 ，LEN 是做什么？这里面有两个身份资料是错误的，那我怎么知道？身份资料应该几个字？10个字嘛，对吧 ？OK， 那如果不是10个字，那就错。那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难不成叫你用眼睛算的吗？应该没有人傻傻的在那边12345678910啊，这个10个字，12345678910，错了。OK 啊，所以啊，你可以插入函数怎么样？用那个 LEN 嘛，这边不是有 LEN 对吧？然后你跟他讲说，哦，这里面的字帮我算一下，总共几个？他要跟你讲，哦，10个，按确定，就10个，啊，你向下填满就好了。有没有答案就出来了？应该没有人傻傻在那边用眼睛那边算吧 ？OK， 你虽然眼睛可以算出来，但你眼睛也坏掉了吧 ？OK， 每天都这样算还得了？对，难怪现在很多人都提早老花，有没有提早什么什么什么黄斑部病变，什么视网膜剥离，我发现好多哦，而且年纪轻轻的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要特别小心。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你。应该要用电脑帮你完成的事情，可是你却用你的肉体在跟他挑战，做重复的事情，所以你的身体一定是负荷不了的嘛。所以如果假设啦，你身边的长辈常常有什么50肩啊，什么肩颈酸痛啊，眼睛出毛病，那表示他需要学 Excel VBA 了，因为你学完之后，你就不会再做重复的事情。OK， 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些东西主要解决什么？就是你真的用它应该有的功能去做它应该的事情，而不是用你人工的方式去做事情。哦，这一点应该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太多了，不胜枚举。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怎么学？第一个，请你把里面的函数至少要知道怎么用，然后用哪些函数。那我刚刚有用过两个嘛，一个是。这边插入函数哦，用 REPT 在哪？这里哦，像这个，那重复几颗星嘛，所以你就是跟他讲哦，我要重复星号，所以这个 test 指的是星号，就给他哦，你帮我重复星号哦，哦，然后 number times 是几次，
几次的话是根据销售量，所以你销售量啊，你会发现啊，这边158颗不对，除以100，一颗星，有没有？这样 OK。那因为这边后面是 1.58 了，所以如果要把 0.58 拿掉，那外面包一个 INT 就可以了。INT 就是取整数的意思。INT 啊，函数的使用哦，除了可以插入函数之外，也可以自己打。所以你可以前刮弧再加后刮弧，刮起来的里面东西就表示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事？把小数点去掉。那你可以看一下哦，加跟没加主要从这边可以看到，有没有？加了之后呢，本来右边是 1.58， 加了之后变 1， OK， 那你就可以按确定了。那向下填满，一般理论上向下，其实向下填满哦，它会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但是有个地方会出错，哪个地方呢？因为如果你向下填满，那这个位置哦，它会变成 C1， 对不对哈？可是你下一个，哎，它变成 C2 了，下一个 C3， 哎，不对啊，那这样以后抓的那个就不是应该星号的位置，所以怎么办？很简单，请你在一向下填满哦 ，C 是指蓝，一是指列。啊，对不对啊 ？C 是 C 栏，有没有？一是第一列，那我们只要向下填满，只要锁怎么锁？加一个钱的符号，锁住那个列，意思说哦，你向下填满的时候不要自动帮我加一列 ，OK 哈、哦，向下只会影响列，向右才会影响栏，这个概念有的话，那把它打个勾，这样向下填满就完成了，有没有 ？OK 哈、哦，所以这个跟这个是啊，其他还有空白的，你们也可以练习看看。啊，你想说老师，那有些我不会怎么办？跟各位讲一下，答案都在云端白板的文字与资料函数这边有一个文件，你们打开答案就出来了。刚刚做的答案这边有 REPD 加有，有没有？这一串哦，然后 LEN 这边其实有了。然后这边我是有加那个什么，加是否正确的，不过这个不做也没有关系。这个如果有做哦，那其他还有就是，如果我要抓那个性别哦，还有抓其他的，这个我想请各位就自行再练习一下哦。那今天也许就是开个头了哦，就是啊，其他后面就是主要目标是把综合练习做出来。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